大家好，呢度系澳门嘅路环都市浴场。我喺呢度咧租咗一块田仔，种啲龟菜俾龟食噶，仲有同两个朋友一齐种。而家就去睇下啲菜生成咩样先。呢个区就系我哋租嗰块田仔嘅区啦。而家咧就去我哋嗰区先，我哋咧系三块环埋一齐。嗱，呢度咧就系我哋嗰区啦。呢啲系羽衣甘蓝，呢啲系红萝卜，呢啲系蒲公英。哇！你睇下嗰啲小麦草已经好高啦。这边是朋友的，这边也是朋友的，今天就过来淋下淋下水，还有会摘菜花去喂龟。这些呢是小麦草来的，我今天咧就会剪一些小麦草翻去，同埋会剪一些羽衣甘蓝。其实嗰啲红萝卜咧都可以剪啲嘅，但系只要唔剪晒咧，咁佢哋都会继续生嘅。等天气再暖啲咧，就可以带啲龟嚟呢度等佢哋除草啦。到时就再拍视频俾大家睇。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